太君，那些土匪和游击队汇合了，已经跟他们去山上了。Bag，那些女匪是他们的救兵？八成是。太君，太君，老大，怎么了？快说！侦察兵来报，有一股兵马正冲下山来。什么？Bag，走。是。 我们马上开始行动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全体士兵立刻出击，全力解散，不要放过任何一条龙王之鱼。嘿，都给我盯紧了，一个苍蝇都别放过。是。太君，我们部署的那是天衣无缝，这几个土匪跟游击队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嗯。 喜欢，老二，你带人去左边，老三，你们去右边。增援的鬼子来多少，就给老子干掉多少。是，大哥，说实话，我的手早他娘痒痒了。大哥，你就瞧好吧。好嘞，兄弟们，走。 老弟啊，哥知道你心里不情愿干这事，可这次喜春兄弟的队伍遭难，是老子造成的，怎么着也得帮他把小鬼子打退了，也算对他有个交代。大哥，就算你想给他交代，也不该拿我们兄弟的命去趟这浑水吧？你的意思是，怪哥多管闲事了？ 谁让你开枪的？我告诉你，刚才事态早了。打！我告诉你，这姑娘想不过来，我让你下去。我就是一车枪火吗？想过来就是了。我你还不如杀了我呢。大哥，既然大哥你都开了口，我黑狼也不会怪罪你的。我这就去打鬼子。哎，这才是我的好兄弟。啊！ 兄弟们，我们走。前进去，把你的人抬去保护大卡车的路程。没事，走，快走，兄弟，快走，走，快点。
こいつの正面、大変だぞ。 等会儿小鬼子过来，咱们要不要打？ 我今天就送你们去见阎王。我的妈妈呀！这女人也太狠了吧！田七啊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女人很实惫，这娘们儿我喜欢。大当家的，日本鬼子往那边跑了，我们追，用他们的血断酒喝。走，是是是，走走。 咱们还要追去帮他们吗？走，天气，咱追上马爷。哎，别，大，这没必要吧？一个怂货，不就几个鬼子吗？你还不如那娘们儿。谁怂了？我刚才带死好几个小鬼子呢。来，大哥，上！哎，等我一会儿，大哥，等我一会儿。 老子只是当了汉奸，又不是小鬼子养的狗，成天呼来喝去。老大，别生气。要是我们中国人去侵略他们日本，就让武藤当我们的狗腿子，咱把他往死里整。哎呦，别白日做梦了。快走。老大，我肚子疼，我去方便一下。快滚！快滚！快滚！哎，我去就来。快去。 这是远桥路站，快点！哎，都跟上，跟上！小鬼子很快会追上来，得马上解决他们。只要抓住姓钱的，那帮胆小鬼，会鸟兽散的。司令，祸是我闯的，我需把他抓回来。打住！现在不是你逞能的时候。他们过来了，你们瞧着。哎。 快点啊！别动！姑奶奶饶命！姑奶奶饶命！别动！都离我远点，把枪放下！把枪都放下，行，放下，快点！
都去了。姐，还行吧？行啊你，我给你记上一功。你们不想死的，赶紧给我滚！滚滚滚！快点快点！站住！还有什么吩咐？把衣服给我脱了！脱衣服！脱衣服！快点！你。瞧你个狗汉奸！我上次饶了你一命，没想到你还敢做汉奸！我也是被逼的，这当狗是被人家戳脊梁骨骂祖宗的差事儿。山柏这狗日他不逼我，我早就不想干了。我呸！你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丧尽天良！金毛，把枪给我！别杀我！喜川，我还有件事没跟你说。说，郑小驴，他当汉奸了。